这部电影在美国上映，引发轰动，票房超过1000万。而在美国上映后，票房也因此大涨，票房冲破1000万。大尺寸电影巨幕，底下列车突然发亮超吸睛，接着换到上面的主角好莱坞明星布莱德·比特帅气发光。人来人往的转运站，旅客路过忍不住多看几眼。 布莱德·比特主演的《子弹列车》8月将登上大荧幕，台北抢先贴巨幕，不少民众朝圣。Ladybug, your new operational name? Oh, I see what you're doing. Ladybug's supposed to be lucky. 化身杀手瓢虫，将和布莱恩·泰瑞·亨利在日本高速电铁列车上展开激烈对打。布莱德·比特完成95%的动作对手戏，预告出影迷期待另一位男神电影也备受瞩目。 走在红毯上，热情跟影迷互动，不止签名合照，样样来。克里斯·汉斯沃来到澳洲参加《雷神索尔：爱与雷霆》首映，一登场人气高。Coming back because of you know my own interest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, but also 克里斯·汉斯沃这次把家人带来一起参加首映会，感谢每一次跟他合作的工作人员、演员帮助他更认识自己和角色。预告中惊喜曝光，克里斯·汉斯沃的好身材却被打码的正宗电臀将在大荧幕上无码公开。 And giant goats. Oh, look at those. They are wonderful. Yes, they are. 克里斯·汉斯沃说：“苦练11年的电臀修成正果，这次《雷神索尔：爱与雷霆》也将 IMAX 版本独家增幅画面比例，比一般荧幕视野更宽广，让影迷清楚瞧见完美身材。”TVBS 新闻中德荣、张启云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